小朋友，你好呀，小长颈鹿。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我们经常使用水彩笔、蜡笔等工具进行绘画，那您听说过不需要画笔接触纸张就能作画的工具吗？今天我要带您了解的就是一支可以进行喷画的电动笔，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还等什么？和我一起去解锁新的绘画方式吧。电动喷绘笔采用虹吸压力吹喷技术，将配套水彩笔插入笔孔后，水彩笔和喷绘笔内压强相等，按压开关时电机驱动，此时水彩笔内的墨水水位高，压强大，通过喷嘴喷射出来，形成墨水颗粒。墨水颗粒大小和喷射速度决定了喷绘的颜色深浅和清晰度。这支喷绘笔打破了传统的绘画方式，与彩色喷罐相比，不再是单调的一种色彩，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任意调和各种色彩，实现多彩晕染效果。而且电动的方式也让水彩能够均匀喷洒，感受不一样的绘画体验。同时它采用了人体工学设计，小朋友抓握也很舒适。搭配的水彩笔利用独特工艺提高了墨水的水解性能，安全无毒，可以放心让孩子们创作。即便是喷洒到手上，一冲即可恢复干净，让小朋友无拘无束，自由灵活作画。当你出现创意空白时怎么办？别担心，它还搭配了多种图案模板，随时给你创意启发。当然，它还将手绘和喷绘相结合，让画面更丰富，从更多角度去观察这变幻无穷的光影世界。电动喷绘笔打破了惯性思维，培养了小朋友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用喷绘的方式喷出他们的缤纷世界，绘出专属于自己的斑斓童话。我想去森林里面看小鹿。我还想去宇宙里面遨游一圈。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会飞的摩托车。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炫酷摩托、航拍飞机，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选择都要。这款会飞的摩托可以实现二者的任意转换，陆空二合一，满足人们对于飞行器和摩托的双重体验。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会飞的摩托车机身配备四轴陀螺仪、风叶、车轮，可以轻松实现陆地摩托车与空中无人机的随意转换。机身采用 ABS 环保材料，更安全、绿色。轻量化设计，重量仅几百克，手掌大小，不占用空间，可以随身携带出去玩耍。手表和手柄两种不同的操控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体验感更好。接下来，我们先用手柄来操作一下。
哇，它也太酷了！作为陆地摩托车时，它真的可以说是极速狂飙、极速漂移。当切换到飞行模式时，可以手势重力感应飞行器，无论前进后退，只需要戴上手表，就能轻松一手操控。同时还设置了一键起飞和一键降落，轻轻一按，飞行器就可以快速起飞降落。此款会飞的摩托车还拥有无头模式，以遥控器所对的方向为正前方，操作方便，即便是初学者也能够快速地掌握方向。它还能够实现气压定高，精准锁定高度及位置，可以稳定悬浮，安全可控。同时机身配备了高清摄像头，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在手机上就可以随时观看拍摄效果。被重新定义的飞行摩托车实现了尽情跑和放肆飞的双重体验，让车本身和玩车的人都能够冲破束缚，打破限制，向自由和飞翔无限迸发。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口袋摄影车。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随着手机拍摄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人都通过拍摄视频来记录生活，但是手持拍摄画面往往存在抖动不够平稳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这是一台便携式口袋摄影车，它只有手掌大小，由三个轮子和一个机身组成。摄影车单轮的一侧负责提供动力，双轮的一侧用于保持摄影车整体的平衡性。不论设备是手机还是单反相机，口袋摄影车都能轻松装载，帮助人们拍摄出稳定丝滑的移动画面。如果您认为口袋摄影车只能直线移动拍摄简单的画面，那您可就太小瞧它了。通过变换形态，它还能够帮助人们拍摄更多有趣的镜头。走，一起去看看它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口袋摄影车的两个轮子除了可以保持平衡，使口袋摄影车完成稳定的直线拍摄外，还采用了可调节设计。通过改变它们的偏转刻度，口袋摄影车还会做出内曲线运动及外曲线运动，拍摄出不同效果的环绕运动画面。除此之外，搭配上手机程序的远程控制，人们可以自由控制摄影车的移动方向和速度，选择无极调速功能，可以使摄影车在运动过程中自由变换移动速度。利用远程控制功能，还可以选择 AB 两点坐标进行定位，拍摄出有趣的运动延时画面。这些借助口袋摄影车拍摄的画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您知道口袋摄影车是如何做到体积小巧就能够拍摄出稳定的画面吗？口袋摄影车内置了一个低分贝强力电机，配合转动轮上的橡胶圈，就能最大程度上让摄影车低噪音匀速移动，拍摄出平稳的画面。口袋摄影车虽然只有手掌大小，但也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通过巧妙的设计和丰富的功能，让没有系统学习过摄影知识的普通人也能拍摄出精彩的内容。